我还要一斤半牛肉。你先吃吧。我吃得完，你放心嘛。吃得完吗？吃得完。我看你。再加一斤半的牛肉，一份素菜，还要一份午餐肉。午餐你还有的嘛？我就差点吃完了。五分钟结束战斗。你慢点吃，不着急，不催你，不催你，不催你哈。Hello， 姐妹们，我在成都吃冒菜，是地道的老成都风味，开了十几年了。它不是那种网红店，是我心心念念的开在社区里面那种小店。菜单上的菜不多，就这么几样，按斤数点的。我每样整了一斤，先炫给大家尝。它看起来很红，但对于我来说是微辣的。这个是千层肚，嗯，哇，哇，它这个底料真的好香啊！午餐肉，牛肉是必点，姊妹们，牛肉好嫩啊！这个午餐肉感觉还是肉多多哟，姐妹们，我感觉这种味道你在外地真的吃不到，一定要回成都。蔬菜是一份一份的，花菜、豆皮、藕片、白菜、海带一样有一点。这边今天这个造型可以吗？我宽粉。哇，这个牛肉我真的再一次按头安利。我是中午来的，他们一点半就要结束营业，所以你们要吃的话，中午一点半之前一定要来。米饭是两块钱一个人，随便续。你吃得惯吗？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怎么样，反正像我们这种在川渝地区的，在外地打工了很久回来吃到这顿就真的是快乐到升天。你不晓得我们在杭州啥子都吃求不到。哦，这回来就是太香了的，又好吃的。对，我们是没任何添加剂的，我们冒菜绿色食品香料炒出来的味道真的好香哦。营业时间中午到一点半，然后下午五点钟开始，所以大家中午不要来扑个空啊。那下面有好多这个宽粉泡的特别入味了，已经最后一片午餐肉。好了，这个留着等我的牛肉，接下来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